大家好，我是前香港单车队运动员黄君宝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俊彦 Ryan， 我是一个香港剑击运动员。今天就约了 Ryan 出来啦，咁希望同佢交流一下啦，俾啲建议佢。Ryan 啊，我哋准备出车喎，不过出车之前咧，我哋都要检查下车，譬如话 check 下啲胎气啦、蟹钳啦。我冇听过咩系蟹钳。蟹钳系咩？其实蟹钳就系壁啦，咁呢个都紧要噶喎，因为我哋刹车咧绝对系靠呢个系统啦。喂 ，Ryan， 终于到啦！系啊系啊，头先争啲摄咗落坑渠度。系啊，啲障碍物啦，尤其是喺侧边有啲渠盖咧，特别要小心入银。入银俾钱。单车辘好似个大银咁，咁我哋个前辘咧真系可能会走入去啲水渠罅咁样。就算你几有经验都好啦，一定要留意路面嘅情况啊！单车节咧，大家投入啦，同埋享受嘅过程，避免意外发生啦。希望大家好好享受，同埋注意安全。单车节翻嚟啦！记得12月18日帮我哋打气啦！